孩子刚出道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在关注。因为风泽，对。去年的时候看看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刚出道，第一首歌就喜欢，最后失去你，喜欢，很真诚，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对待，很可爱，然后又很全能。被他说吗？就是才子加油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对，就是你很棒。对，我们彩虹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会一辈子支持你，好好做自己。我希望之后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开心，不要哭，加油加油，才子很棒，加油，才子你是最棒的，加油，才子我爱你，加油。才子你专辑印太少了，我买不到。所以下次专辑印多一点，我会支持多一点，买多一点。我很感动哎，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会这么多人来，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就是大热天的还排队，然后为了我从四面八方过来就看我们表演，很谢谢大家。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我今天说好不哭哎，但我不会哭，我不知道。讲还是你实际上哭一来你忍不住啊？对啊。我想到我妈，她支持我，叫我做下去，我才真的遇到了真正喜欢我的人。那不管，谢谢。不管未来就是会经历什么，我希望你们都可以陪我一起走下去。但是我啊，因为他要看着你，你看我另外一个老板都在这边睡觉了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他可能昨天四五点才睡，他哪有啊？睡不着啊，他超级不紧张的，好不好？他因为他毕竟看着你一路成长，他内心应该会跟你说一些什么话。风泽吗？对啊，他是有建议我要怎么想，然后跟我讲他以前演唱会的一些经历，然后告诉我什么东西该做，什么东西该怎么想，这样子很理性的啦，没有很感性的说你很棒，你加油，你一定要这样这样，他不会这样子，因为这些不切实际。对，他都没有跟你很感性的讲过一些。不会耶，风泽不是这样的人，但博兰哥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博兰哥会适时的，因为博兰哥平常不是那种会一直跟我说，你很棒，你可以的什么的，但是他是会在，我之前风泽演唱会我要上台前，我也是很紧张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好，但是由博兰哥讲出这些话，就会更能安抚到我的情绪。比老板更有。不是，不一样。当初邀请他是当初有合唱前任。其实在很接近演唱会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一直接收到讯息是他不会来，然后我其实是很难过的，真的是很难过。然后但是后来就突然听到不知道谁跟我说我已经会来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就是。因为他自己下礼拜也是有演唱会，然后他还为了我特别就是先出席，然后唱歌，这样我觉得很感动。你知道，因为维静他刚刚也是有自曝说，他也是一个会很紧张的人，那所以他其实站在他的立场，他也没有办法去安慰我什么，因为他也要安抚他自己的情绪。其实我是那种旁边有人比我更紧张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。我要更关心他，所以我要先做到我好，我才可以来给他安全感，这样子。对，我是这样子的人。那你今天嘉宾除了小赖，还有小赖，对，慧如，对，小赖很恐怖，因为我们两个时间一直搭不上，所以小赖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彩排，一直到刚刚我们都没有彩排过。现在都还没彩排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等一下就直接来了。我会珍惜你的好，再爱我。小赖很恐怖，我吓到我音乐会都没唱这么好是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刚特别听那个高音怎么上去？怎么可能？我吓到我真的我吓到因为我前面还有很多观众，然后想说我今天嗓音应该是破掉的，然后我唱上去因为一般我在外面表演就是固定是这样半 key， 所以那高音我是上得去。那因为才子给我
那个音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乔拉原 key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不要。”然后我跳上去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风泽都上不去了，还是我就是注定要当别人来，不要自己看。后面的有我的粉丝吗？哎、欸，蚕子，你先不要上来。让你尝尝我的娘娘腔。没，那他是。那他是下面人点太热情，我没办法拒绝。没关系，小赖有实力的啊，他是实力歌手哎。但还好啦，我进来，我还没唱啊。啊？不，待一整天了。我待一整天了，因为早上我陪才子彩排，因为对自己的比较紧张，然后因为彩排蛮多次的，然后加上又是大家熟悉的人，所以就觉得不会太紧张。对，那歌词有记得了吗？记得了，记得了，好吧？因为上次有一次我跟他有一个公开表演，就忘词了，就大忘词。对。绝对，我已经背熟了，而且我忘词的那个地方是我自己写的，所以就真的是那天呛掉，那天突然中邪。对，那你要忘词的话，一个字一千，干你屁事！你在那边定什么赌博规则啊？现场，然后很开心我在追梦的这条路上可以遇到你们，然后被你们听见我的声音，然后也很开心你们真心诚意的喜欢我的歌声，然后喜欢我这个人。那未来我会继续为了你们努力，就是你们就是我的动力，然后会背负着你们的期望继续前进。谢谢。粉丝他们跟我说，他们没有办法来前来，因为他们在南部可能太远，年纪太小，家长不让他们自己独自来台北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加在我的家乡高雄。OK， 谢谢娱乐百分百，今天还特意过来，很感谢你们，我看到你们真的是太开心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恭喜你。我想做什么啊？哦，我们要当蛋仔，我要淡出那个镜头。你现在想做什么啊？我现在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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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？没有，刚刚唱。感人吗？真的，我自己不能讲的。真假的，好温馨。我真的很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。谢谢，谢谢云白。哦，好紧张哦。你我们在后面都在讲坏话，哪有讲坏话？你也不可以这样哦，不好意思啦。
我都忘记你在后面了，我以为你在外面。不是啦，OK， 好。